然后就是咖啡加牛奶，中杯就70，是75了。哇！我带你去这个。大杯85哎。啊，这是什么？佛经。你要去看佛经？开玩笑。你想要干嘛？啊，他没有要往后退，他往前开呢。想干嘛？你在表演，其实只是要违规停车而已。别紧张。